我们虽然没有抓住戚少正，但是我们抓住了他的老婆。戚少正什么时候有了老婆？就是那个老猎户的孙女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人质，就不怕他戚少正不出来。人呢？带上来。放开我，放开，放开我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就是戚少正的老婆？是。你们已经圆房了？对。和尚怎么能有老婆？哼，太监都能长胡子，和尚为什么不能有老婆？你把童真真的给了一个小和尚？是又怎么样？不，我不相信。我活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一个和尚怎么能毁了你的童真？不，我要亲自验证，验证这一切不是真的。躺上去吧，去。对，对，就这样。很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戚少正在这里。天下无敌，
天下无敌，我佟大宝天下无敌。小兔崽子，你还活着？天下苍生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齐朝这儿我非宰了你。天下无敌，天下无敌。